复活的黄金们攻圣域，毫无疑问是冥王军的第一步棋。但可以看出，拉达潘多拉等人从头至尾都对史昂萨加等人心怀一计，故他们不可能没有进一步准备。而这进一步准备的玄机所在，正是哈迪斯城。一旦史萨等人刺杀失败，或临阵反水，再或者史萨等人成功实施了刺杀，但圣斗士们并不善罢甘休，则圣斗士军必然发动的反攻的第一受力点也自当是哈迪斯城。冥王军对此相当清醒，从分别作为冥王军总统帅和统领后三域的巨头的潘多拉与拉达二人，居然置身于第一线哈迪斯城以及大大小小众多冥斗士的超高密度集中，再加上冥王结界在拉达与三人一战中体现出的恐怖力量，种种迹象表明该城已是当时整个冥王军的核心战地，故坐守次城，凭借人数优势与结界以逸待劳，将可能前来的圣斗士全歼于此，正是冥王军的原始战术思路。这也是拉达擅自派出冥斗士进入圣域遭潘多拉严惩的原因，即拉达此举是对整个战术体系的抵触。拉达的目光短浅不仅在这里，在最终作战中也给冥王军以重大打击，在以后我们还会谈到。但此次拉达的举动虽是巴比龙等强人在冥王军预想的战略决战到来之前折损，但毕竟还未伤筋动骨，冥王的战术体系依然未受到重大破坏，受此完善体系之制约，在此阶段圣斗士们一直处于被动。